天喂食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奇妙的现象，别人都埋下头大口干饭的时候，只有这只小海盗委屈巴巴地站起来放哨，甚至他怕看得不够远，还要特意站得更高一些。看看这风险意识，这奉献精神，感觉他确实是为了这个团队操碎了心。但咱就是说，你可是个独居动物啊，这谁教给你的破毛病？这上辈子当土拨鼠的记忆没洗干净吗？而且仓鼠的视力是出了名的不好啊，一个800度的大近视跟着煞有介事的放风，还看得特别认真。咱就是说你看见啥了？我本来是想拍一拍小老鼠干饭，但是这只海盗实在是太过瞩目，是真执着呀。无论我的镜头在拍哪个角度，它在任意一个时刻里都在放风。别的小老鼠饭都快吃完了，它还是眼巴巴地站在那里看，怎么的不让上桌啊？你们有没有人能脑补一下它的内心活动是什么呢？怎么就连饭都吃不下去了？难道它也看了世界杯吗？老鼠发呆多半是死机了，来给它清除清除缓存，再敲一敲它的主机。一般来说，这么一套下来怎么也都修好了。我们把它放回去投入使用，看看效果。啊，这好像完全没用。不仅如此，它这个行为还像东北话一样感染了更多的老鼠。